係咁啊，華仔咧誒，今次監製嘅電影咧就係做大反派喎，係咪想演呢一類嘅角色好耐啦？可以咁講啦，因為今次咧有正派又有警察啦，咁所以我自己唯有就哇！哇！你一講正牌，即刻電話響啦！我睇啲電話，我唔喺度，我唔喺度。可以重新。係啊，因為有正牌啦嘛，咁又有卧底啦，咁所以咧我就係今次嘅大反派。咁其實都等呢一個機會幾耐㗎。咁今次真係可以純純正正，唔會話哎呀，我又為咗啲乜嘢，為咗啲乜嘢，我純粹係一個毒販。嗯，你同家人咧做得幾？幾好噶，幾好噶！同家棟都係相隔咗十年再合作喎，覺得大家有冇啲咩改變？呢十年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啊，大家都會睇到喺佢能夠真係可以掌握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角色。今次其實今次演出真係一百分。多謝。咁家棟咧？佢俾咗個仔我咯，唔係因為今次嗰個角色係比較難啲嘅，即係情緒複雜啲啊，同埋矛盾好多。即係除咗對朋友啊、對家庭啊、對上司下屬啊，好多好多。咁今次佢嗰個設計個劇本咧，其實考牌咯，我覺得係嘛？係啊，係考牌，但係好好喎。你本身兩個咁 friend 啦，你見到今次華仔係做監製咧，你覺得有冇啲唔同咧？我第一次嘅咋，因為其實之前監桃姐嘅時候我行過嘅啫嘛，但係今次係真真正正見到落場。咁啊，其實佢嘅要求係頗高嘅，其實即係現場每一個細節啊，佢都有要求咯。咁但係我又好開心，因為你遇著一個咁投入嘅監製嘅時候，咁你先會拍得投入啊，更加開心。嗯，咁 Eddie 咧，係咯，所以咁同咁多位影帝一齊合作咧，自己有冇好大壓力啊？好，有很大壓力，我到現在還是壓力很大，因為是希望觀眾朋友會喜歡這個電影，但是我還是很幸運的能夠在這個團隊演一個我非常喜歡的角色，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電影。嗯 ，Eddie 會唔會一齊借票啊？借票？會嗎？我聽華仔哥安排。对，派出嚟嘅票會唔會啊？會，我盡力。但 Eddie 有冇覺得即係幾位影帝咧喺私底下其實有啲不為人知嘅一面啊？即係你不為人知的秘密，小心的說。不為人知我就不知道，但是私底下他們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愛的，然後工作上是非常專業。那這次有沒有很難玩的跟他們一起？他们很难相处吗？不会，不是很难玩的地方，很难忘的地方哦。就是整个过程就很难忘，因为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拍摄，这个整个剧组是很难忘的。我们是应该说在拍摄过程很愉快嘛，现在宣传更算是一个开心的状态，所以确实有难忘的经验，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这个默契去宣传，觉得这个是很难忘的经验。可是有很惊险的场面吗？对我吗？嗯，对你来说，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有多惊险。有受伤吗？没有。说有会不会大家比较想看？但我的还好，家栋哥比较严重。家栋没有了，没有，很小事。嗯，你呢？你系点样受伤？因为他，我有救他吗？对，那场戏我救他。就我自己不小心了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好像两年前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有多久了？有多久之前？那你帅了，为什么？对，你长帅了。对。对啊，好。真的。如果他帅了，我受伤也值得。有噶有噶，咪系啦，咁大家多啲嚟支持我哋啊！咁啲咩法寶啊？即係有法寶嘅咩？有乜嘢法寶可以用啊？買多啲，係啦，買多啲。你都咁多 fans 支持你咯，所以諗啲派。我派佢個仔嚟見大家借票嘛？你要借票啊嘛？睇你嘅福利。我有咩福嚟睇啊？睇一睇佢啦。你點樣勸佢買啲咩福嚟？我睇下票房先，睇票房。有冇個數字啊？係咯。嚇？有個目標。有個 target。冇，好大壓力嘅，你唔好問呢啲。那 Eddie 為表你的誠意，你說怎麼會怎麼謝票？我都流汗了。對啊，就很緊張啊。要通常是什麼福利呢？很多的。对啊，收集。什么？肌肉照啊！现在已经到这个样子了。我有肌肉，我最近没练，我练一下。后期晚就穿三零七咯。好好。真
他很多流汗。他。你穿可以吗？没关系。可以。不可以的。他可以。他可以。他可以。你可以长大了，你可以接受这个现实的残酷。不可以。不要大副闯关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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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矜持啲。虽然你系我哋以后嘅颜值担当嚟噶，知唔知啊？啊！好关心呢个小朋友。系啊。有没有机会邀请两位大哥来台湾宣传？啊？有没有机会邀请华仔哥哥、加州哥来台湾宣传？都要看安排啊。看，努力一下。好。那要不要跟他们说一下？来了，我们努力啊！对啊，你哋对啊。咁其实传说中有一场戏咧系拍咗12晚噶嘛，咁嗰个系咪全套戏最辛苦嘅一幕？Ending 嗰度 ，ending， 系啊 ，ending， 哦，马来西亚，未冇噶，有冇12日啊？有十二日，因为有两日落雨嘛。哦，有两日落雨。我唔系，我日日晚晚都喺嗰度，我成日都觉得好似得一晚咁，拍极都好似唔够时间咁。中间又有啲人啊，努力得滞又受咗伤，就搞到我哋又拖两日。其實你講邊個？你講邊個？各位演員，我講你啊！講你啊！我講你啊！嗰位演員好努力係咪？係冇錯，應該嗰個係盡心盡力咯，所以冇辦法嘅。我咪加片酬啊！一定！唔使真唔使真唔使真唔使啊！唔使加咁少。咁有嘅，唔使加咁少。一定得。今次 Eddie 嚟香港啦，即係琴日就到步啊！啊，昨天就到步了，是不是有去了爬山？对啊，所以现在在冒汗。对，对，你有没有纸巾？我也冒了。不要纸巾吗？没关系，我是没手，没事，我没手。先擦一下，先擦一下，没关系，先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家。不会不会，因为我帮你拿一下。汗还蛮多。好。想约华仔哥爬山吗？对。想约他们两位。华仔哥忙啊，他太忙了。哦，对啊，他我们现在都，你爬其实跑很多城市了。现在有机会爬山，几点钟那么早，我起不来。一定很早起床的啦。我不会，我都还好玩。可是你们会约出去再吃饭啊，跟朋友聚会什么的？我吃素的，他不吃。对，就有机会吧。但平常工作，我们就会一起宣传的时候都有一起吃饭。可是这一次来香港呢，就华仔哥跟家栋有没有说要带你去哪里？我们还是希望作品多一点人看到。对，现在就对，然后我们就没有聊到这个，而且这个我昨天才到啊，今天就在做一整天访问。对啊，真的，这样很厉害，对啊。这次会带多少呀？我明天回去了。或者七月有冇演唱会啊，华仔？啊，系啊，七月巡回。希望而家申请紧出年嘅十，啱啱入咗纸，12月咯。我睇下未，唔係啊，未知批唔批㗎。劉飛係啊，係啊，我而家入咗申請，希望佢盡快可以知道。如果出年12月可以跨年，就會最理想。地點喺邊度啊？係啊係啊，紅館紅館。首先想開幾場？睇下有幾多日咯。咁同埋佢哋而家話要做幾日要唞一唞，做幾日要唞一唞。係咪㗎？係啊。係咩？唔係一條氣落會好啲嘅咩？你如果一條氣落，你可以一條氣落幾多場？我點知啊？你想試幾多場？唔知。同埋今次即係你套申請相啦，咁啊，色彷即係自己好多作品啊，仲有金手指啊啲。嗯嗯。即係會唔會有啲競爭咁樣？佢上咗啦嘛，已經好好啦，佢哋咁跟住我哋又好就最好啦。會唔會分唔到身去借票啊？分唔到身去借票，佢而家未有安排喎，我要等緊佢哋。我哋应该第一站上海啊！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